国哟，不喜欢，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，直到他们的不喜。哦，你问我喜不喜欢美国史顿？爱死了！哈、啊，看来你们都觉得马英九很不应该。哎，美帝，你怎么都不发表意见？我又看不懂你们在比什么。怎么发表意见？硬要我说，好吧，我晚餐想吃红烧天九次、鲤鱼跃龙门、串烧乳鸽、冰糖炖燕窝，还有新疆烤羊排。对不起，刚刚他人比的我都看得懂。但是你比的我看不懂，你可以再完成一模一样的比一遍吗？啊？那你真的很啰嗦。我刚才说，我晚餐想吃红烧天九次、鲤鱼跃龙门、串烧乳鸽、冰糖炖燕窝。还有新疆烤羊排，真没想到，北堤不但说的说不好，会忘词，连用比的也比得乱七八糟，两次比的都不一样。当然，他不可能比得一样，就算他到比五次，我想五次也都会不一样。要是不信的话，我们看下去。你是不是忘了你第一次是怎么比的？你只要点头或摇头就好了，是不是忘了？奇怪，不为难我。希望到时候法官也不要为难我。希望法官要相信我没有 A 钞票、钻石还有。豪宅？什么？你说你有 A 钞票？啥会啊？你讲你有 A 转车？什么？你说你有 A 豪宅？什么？你没事，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。来，你没有梗，不一定要硬要插。